迎大家来到奥特曼人间体现状这个系列啊，最近很多小伙伴留言说想看隔离桥奥特曼人间体朝阳的现状，那么前方高能，千万不要眨眼睛哦。上一次让大家猜的这位正是雷欧奥特曼，你们猜对了吗？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们继续来猜一猜啊。之前大家说这个猜的太简单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加点难度，我们从脚猜啊，看你还能不能认出来。如果此刻你已经猜出来的话，那就赶紧弹幕刷起来吧。没有猜出来的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会在下个这个系列的视频给大家公布答案。如果你还有想看奥特曼人物现状，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啊，我会找一个互动最高的弹幕过期视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吧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了拜。